南拳是南派各类拳术的总称，是中国武术推广与传播主要项目之一。为了更好地普及和推广武术运动，提高运动技术水平，受国际武联委托，于2011年12月在中国广州创编了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本套南拳的唱片不仅采集了蔡李佛拳、洪拳、侠拳、 武祖拳等传统拳种的经典动作，而且还结合当前国际武术运动技术发展的现状和竞技武术发展的需要，增加了难度动作，融合了八种以上不同组别的技法，其套路结构严密，布局合理，节奏明快，方法多变，身居中央八面进退，常以发声吐气助发力，助拳势， 体现出以小打大、以巧打拙、以多打少、以快打慢的技术特点，具有较高的竞技性和观赏性，对普及推广武术运动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和重要价值。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由我来带领大家一起来学习第三套国际武术竞赛套路南拳项目的教学。 下面进行第四段第一个组合教学演示，请运动员演示。 下面进行主要动作讲解。上步勒手，动作要求：左脚上步，右脚点地，双拳 依次旋臂回转至体前，目视前方。根部双叉掌与根部双切掌，动作要求：根部两腿微屈，重心落于两腿之间，双叉掌由内向外交臂前叉，双切掌由右侧向前横切，手与肩同高，目视前方。 拖步双拖掌，动作要求：步行半蹲，双拖掌由外向内画弧上拖，手与肩同高，目视前方。上步勒手，动作重点，手法清晰，缓慢沉稳，以腰带臂协调配合。 根部双叉掌与根部双切掌，动作重点：步法连贯快速，出手短促有力，力达掌根与指尖。拖步双拖掌，动作重点：拖步与双拖掌上下协调一致，双拖掌 短促有力，力打掌根。上步勒手，易犯错误及扣分点，无攻防意识演练，前臂为内旋抓握。 根部双叉掌与根部双切掌，动作易犯错误。双叉掌两臂交叉不明显，双切掌两掌未在一条水平线上或一前一后。
多步双托掌，动作易犯错误及扣分点。七龙步翘臀，双托掌时弧度过大，力点不准确。上步勒手，技术要点：上步勒手缓慢沉稳，协调一致。根部双叉掌，技术要点：上步连贯快速，转腰顺活自然，双叉掌短促有力，力达指尖。托步双托掌，技术要点：上步托步与双托掌上下协调一致，同时完成，双托掌短促有力，力达掌根。下面进行第四段第二个组合教学演示，请运动员演示。嗨！下面进行主要动作讲解：弓步挂劈拳，动作要求：弓步略高于水平。左拳收腰间，右拳旋臂向前挂劈，手与肩同高，目视前方。虚步推掌冲拳，动作要求：虚步重心落于后腿，双手由内向外冲拳推掌，手与肩同高，目视前方。弓步挂劈拳，动作重点：弓步拧腰蹬腿转胯，协调一致；挂劈拳快速有力，力达全背，发声浑厚响亮。哎！虚步推掌冲拳，动作重点：虚步虚实分明，虚步推掌冲拳，协调一致。弓步挂劈拳，动作易犯错误。挂劈拳为旋臂挂劈，虚步推掌冲拳，动作易犯错误。两臂未成水平，过虚步突臀，后脚跟离地，大腿低于水平或高于水平45度。弓步挂劈拳技术要点：弓步拧腰转胯蹬腿协调一致，挂劈拳快速有力，力达前臂，发声浑厚响亮。虚步推掌冲拳技术要点：虚步与推掌冲拳上下完整一致。第四段的教学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接下来我们来做一个全套的套路总结。
在第四段演练中应该注意以下几点。一，下肢步伐要迅速灵活稳健，初步要快而不乱，稳而不僵，有序行走，同时注意重心要保持平稳。希望通过本课程的学习，帮助大家在赛场上完成更好的运动成绩。以上就是与大家分享的所有内容，谢谢大家，再见。